7:29，在赶飞机之前起来化一个快速出门妆，因为我不喜欢这个防晒油腻的感觉，所以涂一个控油的隔离。我看最近蛮流行，就是眼影减淡，然后腮红加重，强调睫毛、眼线跟卧蚕的画法，是稍微上一点点，上个打底色这样。定妆喷雾，我最近很喜欢的是这个 Make Up Forever 的这个带细闪的，看到吗？它是好像是一个限量版的包装，它其实又可以用作保湿，又可以用作定妆。你可以在就是化妆前先喷一喷这个，就是增加皮肤的湿度，然后后续上妆就不会干皮卡粉。我先用这个来定一下妆，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喷这种定妆喷雾会比较有仪式感。而且我今天其实是要带妆还蛮久的吧，带到我到成都到酒店，可能吃完晚饭吃完夜宵可能要带到晚上吧，所以我今天定妆就全靠它了。然后等它自己你喷完定妆喷雾之后呢，记得让它自然风干，它其实一会儿就干，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做些其他事情。然后他们家这个喷雾还有一个黑色的版本，那个黑色的是针对油皮的，像我妈因为很爱脱妆而且是油皮，所以她用的就是那个黑色的，我用的就是这个白色的，白色是适合干皮的。这个大白喷可以一瓶多用，像妆前补水、定妆、喷美妆蛋之类的，还可以跟散粉一起做三明治定妆。之前直播间没有赶上的姐妹可以在双十一最后冲一波。是我喜欢的酒店式公寓，然后它里面有两个卧室，这是我们点的烧烤，这家说特别好吃，79串，还点了茄子，茄子，我现在好像吃不完。那我现在烧烤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然后我刚刚觉得冷，所以去换了一件这个厚的卫衣。然后我现在要补个妆，然后出去买杯奶茶逛一圈。我今天带妆多久了？给你们看一下，看我的脸都没有泛油这个喷雾真的是蛮不错的，我觉得。那我现在先补个妆。啊，对了，我今天用的是这个，它是Make Up Forever 双十一的酷闪限定版本，对，它是限定版，它还蛮轻薄的，小小一个放在包里面补妆真的非常方便。而且我是建议你们就是随身携带的补妆产品一定要配有镜子，而且它双十一是有送一个粉扑的，你就不用再像我一样随身带一个这种小粉扑了。它是透明的而且很轻薄，定完妆之后你的妆效也不会很斑驳。看一下我现在补完妆的一个妆效，是不是全脸又是全哑光质地，一个非常高级的妆感。谢谢。眼线记得要卸干净。今天的天稍微有点不太好，那边他们在运动会，好像有个学校从早上8点就开始热热闹闹的。看，这我们过来吃那个夜婆婆钵钵鸡，看，我们还点了一份藤椒的，一口牛肉丝嘛。我比较喜欢吃它里面这个娃娃菜。
因为它蘸了很多那个红油汤的味道。谢谢。我们现在买完那个茶百道要回去了，我要回去传个视频，今天要传视频。好了，旅行跟工作要同时进行，好吗？我现在在传视频，然后传完视频我就去建设路逛一圈。我推荐你们喝这个杨枝甘露加脆波波，然后半糖少冰。我们现在在这边是建设巷，然后在建设巷吃一吃，这边都是小吃，而且这边很多店都排队，虽然店特别特别特别多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店在排队。怎么这光拍的我不太好看，这光拍的我不好看，我们找个好看的光。鸳鸯抄手，这个是担担面。我们刚刚吃的就是这家，它里面好深啊！突然来辆警车，溜了，拜拜。Hello， 现在是早上的。其实现在已经是快到中午的时间了，我早上没有起来，但是我今天是想出门拍照的，所以我妆还是得化得精致一点。然后我刚刚护肤都已经做完了，甚至我咖啡也已经买好了，又是这套睡衣，又是这杯冰美式。我发现成都这边的就是小姑娘和男生都长得好好看啊，是不是川渝这边的人都长得特别好看啊？打个底，因为我怕就是眼睛消肿没有通通消完。今天我就不用那个大白喷了，这是什么声音？你们听到那个音乐了吗？今天用的是这个 Make Up Forever 的蜜粉。这个蜜粉呢，我其实还没怎么用过，所以今天来测试一下它的定妆能力。我个人是喜欢用这种大的散粉刷蘸这种刷子，这样定出来的妆会更加细腻一点。轻轻蘸一点点，一直在冒烟，抖一下，抖掉好多，好心疼啊。然后在你重点遮瑕的地方轻轻遮一下，哎，它这个上脸之后的柔焦底妆真的还蛮不错的，看上去整个脸又变干净了，看到吗？它的粉质真的非常细腻，像烟雾一样，看到吗？因为我这个不是双十一买的嘛，所以我是用自己的刷子。如果你们在双十一买的话，它是会送一个刷子。因为 Make Up Forever 其实是一个专业的化妆师品牌，所以他们家的刷子啊应该都很好用吧，就又贵又好用。它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哑光妆效，不知道待会儿吃完火锅这个妆会怎么样。然后我上个口红，卷一个头发，换个衣服就要出门啦。那我现在要整个头发，对不起，还没有要出门。女人真的好麻烦啊，我刚卷头发的时候把自己这一撮头发卷焦了，焦了，我涂了发油也救不回来。现在这里这一撮，妈呀，这一撮看到吗？还像草一样，我的妈呀，这是什么稻香。然后我们现在去吃火锅，还好人家火锅店下午是开的。我们坐的是中间的位置，所以光还蛮好的，看出皮肤好透彻，太阳光牛。你们看，它这边的蟹肉棒是用贡菜包着的，所以那个口感会比普通的蟹肉棒更加丰富一点。我们又加了一个小香肠和一个鸭肠，我个人特别喜欢吃这边的香肠，真的特别不错，特
特别不错，就是油肉很多，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你们可以试一下。你们看一下，我现在两个包都背在身上，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好看，你们觉得哪个好看？但是两个背在身上，我特别像那种包贩子。给你们看个好东西，哇，看它这边有个可口可乐的头盔，这是超可爱，我的妈！而且这边是可以戴的，你跟店主讲一下就可以戴这个头盔了，哇，太可爱了。我刚刚把那两个包通通买下来了，因为那个包其实很难买，而且我正好问我的姐妹哪个好看，我姐妹说她也要一个，所以我们就一起买了那个包。我们现在来吃这个很有名的蟹蟹大排档，他们店员帮我们剥虾，哎，剥那个烂尿虾。这是刚刚那个那刚那个老板帮我们剥的烂尿虾。拜拜，走了，拜拜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大宅门里面，它这边菜价超级便宜，又点了鸳鸯锅。哦，锅皮不好差，嗯，差了好多闭口啊。今天我们现在在人民公园，他们这个公园里面有划船，我好想划船啊，我好怕我掉下去啊，要是我掉下去手机也废了，相机也废了。嗯，包什么铲，我们现在到了那个人民公园里面，终于找到一个位坐下来。今天又是周末，所以喝茶的人特别特别特别多，这边人的日子过得还蛮随意的。我现在要稍微补个妆，那就用这个 Make Up For Air 的蜜粉笔稍微补一下脸上的妆，然后压一下油光啊，其实我就只有鼻头这边稍微泛了一点点油光。我早上用的是那个它的另一款那个蜜粉定的妆，那个蜜粉还是蛮厉害的。因为我今天其实要带妆很久嘛，我差不多是12点到上海，然后再回家，可能回家之后还要再遛狗，所以可能要两三点，可能会带妆到两三点这个样子。只是茶而已。他说赶紧饼逃。他说我赶紧的逃不出来东西，所以我没有采耳的资格。无语。我还本来想过来划船的，结果他们下班了。我们两个人像水牛一样，要在过安检之前，因为这些应该是喝不完的，肯定要扔掉一点水吧。嗯，但我想把茶百道喝完，干杯。辛巴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把他的好朋友英雄兔兔咬成这个样子了。